哎，别死，别死。90级的燕飞，武器拿的80级精一西风原点，张游佩戴的四魔女，一命的天赋837，面板是这样的。70级的行秋拿的90级精四祭礼剑，四命的天赋139，张游佩戴的四绝缘没有怎么强化。81级的纳西达，武器拿的90级精二流浪的晚星，张游佩戴的两世金加两流浪，面板是这样的。70级的猫猫，武器拿的70级精五祭礼功，张游佩戴的2000岩加两少女，定做四命的天赋175。90级的甘雨，90级精五视作弹月，张游佩戴的四月团天赋16/7。哇，你这个甘雨太拉了。71级的万叶，武器拿的90级精武铁锋刺，张一物佩戴的四封套没有怎么强，精通520点，这太差了，人才啊。80级的香菱拿的90级精武风信之风，张一物佩戴的两魔女，并做灵命天赋467。香菱也没有练。70级的班尼特，武器拿的80级绿剑，张一物佩戴的四宗，不太好打，给他试试吧。燕飞、灵秋、好神、猫猫、甘雨、万叶、香菱、班尼特，下半场有1分10多秒就够了，1分20秒都用不了，慢慢打，不着急，把充能攒好。OK， 搞死他！再见，来追他啊，一直追着他，来星球给大招，踹一脚，再踹一脚，好神卡无敌阵，来继续打，猫猫卡无敌阵，第一，星球不要放大招了啊，浪费，你给我死吧你，玩呢？我火神的女儿啊，这是，你再见吧你，呜旋旋，安特给大，江陵吃球，甘雨开大，万叶巨，荣甘。怕不怕？疼不疼？扔锅吧，敢充能不着急啊！不要慌，不要慌，应该差不多这个啊。来，先炸一下，你就给大，再踹一脚，猫猫给大，来我炸，不，你能撑过我几个炸，兄弟？炸不死你，我炸再炸。别说我燕飞不行，照样能打。好厉害！啊，扩散，子弹着，给一，精灵开大，继续融化，三剑，一剑，两剑。我下来，来给一，你打死我，你打死我，你打死我，给他，再见，来给一，给大招，猫猫给大，给一，英雄，踹一脚，炸他，哎，别死，别死，你小心点，还有10多秒，千万别嘎了，给大招，再见，拿下，